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诶，我们应该是下礼拜考试哈，来考试。好，那应该，诶，我们好像要讲的内容，可能应该这礼拜会讲完哈。啊，如果讲完的话，我们下礼拜一就不上课，应该就礼拜三就直接考试。那考完试之后，我们就是诶。到期末应该是上次有调查哈，应该是1月9号那天的下午的时段啊，下午的时段。那地点的话，因为考虑到要那个要贴各位的期末的报告，所以地点应该会选在公事馆的地下室，地下室就是应该是这边的地下室的部分啊，应该会是两间，我应该会用两间的地方。好，到时候TA 会再公布哈，所以请各位再注意一下我们的期末的部分。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大概要跟各位讲的就是关于 transformer 的部分。好，那我们这边大概会今天大概会先。把这个subtension 的这个部分到 transformer 的这个架构，它怎么演进的，大概会稍微再跟各位整个讲过之后，然后我们会讲到vision transformer 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架构的部分。好，然后这边讲完之后，我们应该就会礼拜三应该我们会讲我们最后。第一个部分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这个部分啊，强化式学习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提的部分啊。好，那这边投影片我们有稍微做一些顺序的跟动哈。那应该大部分应该本来就在我们的投影片里面，只是有的可能我们把它顺序调换了一下，或者是本来隐藏的把它拿出来用了。那我们很快的再跟各位复习一下哈。那 attention 它其实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给你的这个根据你的这些输入的这个部分，你会得到一些不同的这个权重哈。那比较重要的，它的这个权重就会比较大，你会合并对你的输出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影响哈。所以这个是这种。encoder decoder 形式的这个做这种语言翻译的这个架构哈，你 encoder 这边得到的你每一个字它彼此之间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关联性之后，然后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输出的这个结果的呈现。好，结果呈现。好，所以这个是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哈。那这边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哈，它用到的。概念哈，最主要就是用到所谓的这个query key 还有 value 哈，QKV 这几个东西哈。那 QKV 这几个东西，我们在上次其实有很快的用文口头带跟各位说明一下哈。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来自于这个这种所谓的 retrieval 系统的这个部分哈。那什么是 retrieval 系统？就是比如说你在YouTube 上面哈，你打一个关键字哈，比如说你搜寻这个NYCU 哈，那这个搜寻 engine 它会怎么做？那它不可能在这个影片每个影片都去找哈，就每个影片直接看影片的内容去找哈。那基本上它会你的影片这边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关键字哈，比如说你的 video title 或者是你的 description 里面，它会有一些文字的这个描述，这些就是所谓的关键字，所谓的 key 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输入的这个搜寻的字，它就会去跟这些关键字去做这个比对哈。那你每一个 key 它其实就对应到了一个你的一个 value 哈，就比如说它就对应到你的某一个这个影片的这个部分哈。好，那如果你找到说你的搜寻的这个 query 跟哪一个 key 是最相信的话，最接近的话，我们就会算它的这个所谓的similarity 哈。就最接近的这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对应的这个 value 的这个部分呢，会把它给拿出来。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retrieval 系统它在做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们的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做哈。
你的这个 query 跟这些 key 做这个比对之后，然后得到它的一个相似度的这个相似度的这个分数，然后每一个做把它做相乘乘起来，跟这个 value 乘起来，得到你最后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值。好，那整个的这个计算来讲，其实就分从刚这个式子，其实就是我们整个attention 要做的这个计算的这个部分。好，那你可以把这个整个计算大概可以拆成三个部分。好，第一个是算这个相似度的这个部分。好，那相似度的部分可以有几个方式做这个计算。好，你可以算内积，好，做 dot product， 好，这是一种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做一般的这个矩阵型的这个计算，好，你也可以做把它 concat 起来，好，或者是就直接丢到一个 N 根里面去做这个计算，其实都可以，好，都可以算它的所谓的相似度的这个部分。好，那得到这个相似度之后，那这个你就会，如果照我们刚刚的公式的话，你就是这个得到的这个相似度的值，你会乘上这个 value， 好，就会把它相乘相加之后，得到你最后的 attention 的这个值。好，但是你直接拿这个值去乘的话，那因为这些值做出来的，比如说你内积做出来的值，这个有大有小，而且大小可能会相差非常非常的大，相差非常大。好，那我们希望它的整个值可能可以做一个这个normalization， 好，那值之间不要差异那么大，或者说整个加起来它可以，整个的 weighting 加起来它可以等于一的一个状况。好，那你要做 normalization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有很多方法。好，那其中一个如果你要把它整个值最后它的这个 weighting 的值把它最后加起来等于一的话，那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成几率，就是用 SOMAX 的方式。所以你这边算出来的这个相似度的这个分数，我们先经过这个 SOMAX， 先经过 SOMAX 等于做一个 normalization， 然后这个 normalization 的这个值我们再去跟你的 value 值做相乘相加。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QKV 它其实在做的事情，其实就这三个步骤，这三个这个步骤。那这个东西怎么跟我们的这个这边用到的 transformer 的这种 self tension 其实可以连接起来。好，那其实你可以这样子来做思考，就是说 query 事实上可能就是你实际发生的这个事情。那这些 KV 其实就是你的这个记忆。好，那如果我们从 receiver 系统来讲，这个就是已经存在你的档案系统里面的东西，所以你是根据这一个去从这里面去捞资料出来。那只是这个 V 的这个值通常可能这个是比较大，你可能不见得很容易去做这个比对，所以我们会是Q 跟 K 来做相似度，然后再把它对应的 value 的值把它给捞出来，所以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好，所以这个是self tension 的这个部分，这个是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好，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里面，好，比如说 NLP 这种自然语言处理里面，好，我们的这些QKV， 好， QKV 都是来自相同的输入，好，都是来自相同输入。好，所以这个就变成所谓的 self tension 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self tension。 好，所以我们在上次我们大概介绍到这个部分。好，那你有 self tension 的东西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它兜成这个把它叠起来，像我们叠这个 CNN 的这个 layer 一样，变成一层一层的这个网路。好，那整个叠起来就会变成这样。好，比如说你给一段的这个文字，好，给一段的文字，好，那这个文字你要丢到你的这个 self tension， 我们这样一层，哈，这样一层就是我们的 self tension， 哈，包含这个东西。这样是一层，哈，这样是一层。好，那这个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丢进去这样一个文字，哈，丢进这样文字，那文字这个基本上我们不能拿来直接做计算，因为它不是数字，不是做数字，然后它也没有特定的这个
这个表示法也不是很好哈，你直接拿这个 character 的这个 ASCII code 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哈。好，所以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文字的这个部分会先经过一个转换啊，先经过转换。那一般我们这个是所谓的做这个embedding 啊，做一个转换，转成一个这个数值的这个形式，然后再丢进到这个 self tension 里面来。好，那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这个 QKV 的这个值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输入，所以你从同一个输入，你会得到它对应的 QKV 哈，同一个输入得到它自己的 QKV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好，你可以直接拿这个 set tension 来取代掉我们的原来的这个 LSTM 的这个set 哈。那基本上是不行哈，是不行哈。因为self tension 的这个计算哈 ，self tension 计算，它基本上它是没有顺序的这个关系哈，没有顺序的关系哈。为什么没有顺序的关系哈？因为它的这个比对哈，它比对是你每一个你的这个Q1 这边会这边。这一个 Q1 会跟这边的 K2 K3 KT 直接去比，然后这个也会跟 K2 也会跟 K1 K3 然后 KT 其他比，那整个对起来其实就有点你可以说它的这个计算算法的这个方式，它等于是类似像这个 fully connect 一样，会可能你每一点都会对应到你的所有的这个输出的这个点，每一点都会去对到，那每一点都会对到的话，它其实你的这个位置不管在哪里哈，对它来讲其实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文字的这个顺序哈，比如说你给一段这样子一个句子的这个顺序，你把它随意对调的话哈，随意对调的话，对它来讲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啊。对 self tension 来讲是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有这种位置顺序的这个概念哈，没有位置顺序概念。好，但是你可以知道哈，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语言翻译哈，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代名词哈，你它放在什么地方哈，其实会对你的整个句子最后出来的结果事实上是差异很大哈，所以句子的你的这些。字的这个位置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那但是 self tension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这个关系，好，那这样子其实是不行。好，所以我们要加上这个位置的这个资讯，好，把这个位置资讯把它给加进去。好，那基本上好，我们就是把你的这个位置你的 sequence， 好，你的句子的这个index 呢，把它编成一个这个向量，好，编成向量，然后跟你原来的 QKV 呢，直接把它给加起来，好，直接把它加起来，好，好，那所以这边的这个 v 这个 head 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原来的，好，我们再加上你的这个位置的这些对应的位置资讯，直接把它加起来，好，那各位在直接这样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是直接加，好，感觉这两个东西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直接加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很奇怪一件事情。好，那正常来讲比较直觉的感觉比较正确的想法应该是要把它 concat 起来，也就是你应该把这个 v 跟你的这个位置两个把它 concat 起来，这样才会比较对。那为什么可以用加的？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整个 vector v 的这个 vector 哈，我们把它表示起来的话，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vector， 那它真正用到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它后面的这个 position 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空的，所以你直接你把它 concat 起来跟直接加事实上是一样，因为它加的话等于就是直接放到这个最后面去，所以这两个的结果事实上是一模一样，所以实际在做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它给加起来就可以，所以这个是位置的这个部分。好，那位置资讯的这个部分，好，那怎么把它编码进去，好，那基本上它是用所谓的这种 sinusoid 的这个表示法来做，好，所以就是长成像这样。好，那这个东西因为你是这个 sin cosine 的这个
表示哈，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周期性，所以那所以它并不是有不如是那种绝对的位置的这个关系，只是一个相对的这个位置关系哈。那有好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很容易外插到一个非常长的这个 sequence 啊，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这种周期性重新开始就可以哈。好，那但是缺点是这个东西不是学出来的哈，就是然后你直接外插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可以work 的一个状况哈。好，所以在其他的一些做法里面，你会看到说这个位置资讯的这个部分呢，有的人会把它换成是像用这个 convolutional layer 哈，把它变成用学的这个方式。不过在 NLP 里面，大部分就直接是用这种方法来做，因为这样也其实也蛮简单哈，然后做起来好像也还 OK 哈，也还 OK 哈。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是位置资讯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如果你直接叠把这个self tension 的这个 layer 直接把它叠在一起的时候啊，直接把它叠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每个 self tension 的这个计算啊 ，self tension 计算，各位还记得我们前面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公式，它其实它的这个公式其实就是算你的 similarity 再乘上这个 value， 然后再把它的值再把它给加起来哈，再把它加起来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计算哈，你的 similarity 的这个计算，基本上你不管用什么主要都是用这些内积的这个部分哈。那整个都是一个线性的这个计算哈。那你的线性的这个计算，你叠再多层 attention 的话，它还是一个线性的这个部分哈。你可以把它folding 成只剩下一层的这个部分哈 ，folding 成一层部分。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学到更复杂的一个表示式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怎么办哈？那我们就要加上一些非线性的一些部分啊，非线部分。那你要加非线性的部分，其实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哈。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加上一个neural network， 一个 feed forward 的这个 network 啊。那所以在我们的两层的 attention 中间哈，两层的东西中间，我们加上一个 feed forward 的这个network 啊。那这个 feed forward network 基本上就是一个 NLP 哈，就是一个 NLP 层哈，就是一个 fully connect 层哈。那基本上是一个两层的复利抗内啊，是一个两层的复利抗内啊，也就是我们这边这里是先是一层的这个复利抗内啊，然后这里再一层的这个复利抗内啊，然后中间的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 我们会用这个像在这边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reloop， 用 reloop 来做。那这样子的话，这里就引进了这个非线性的这个部分在这里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哈，那在你因为我们是给一个这个输入哈，然后你要去预测它未来的这个sequence 的这个输出哈。那比如说你给一段这个文字哈，别人讲话，然后你要把它翻译出去哈，翻译出去哈。但是你在翻译的这个过程中，那别人还没讲出来的话，基本上你现在是不知道的，现在是不知道。那你不能偷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部分。所以它本身来讲，其实它要是一个满足，如果我们在讯号处理里面，你会说这是要满足一个所谓的 causal system 的这个部分， causal system 部分。所以那怎么样子做到这一点，怎么样做到这一点。那这个部分哈，这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你得到的这个 self tension 的这个值哈，要用在这个 decoder 去做这个翻译哈。那所以你，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未来的这个部分哈。但这个部分你要确保说你不会得到这个未来资讯的部分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对你的 encoder 这边的计算会造成一些很麻烦的这个部分啊。那为什么是很麻烦的部分啊？因为我们 encoder 在
在算的时候，你的 attention 在算，它基本上是有点类似像一个 fully connect 的一个形式，你就是每一个每一个都会去做哈，每一个每一个都会去比对哈，去算它的 attention 的这个值。好，那很明显的，你现在的输入有一些还没有进来的时候，那如果你要去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就要去改变你的这个query 和 key 的这个值哈，那只包含过去的这个东西哈，那这样子你每次要算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就要包，有些要把它踢掉，有些要留着哈，那这样就会搞得非常的不方便哈，计算上面很没有效率，会导致很不容易平行化哈。好，那所以有另外一个做法哈，另外一个做法，也就是我们的这些你的要 encoding 的这个值哈，还有你的这个准备跟它对应的这个你要算 attention 的这个值哈，那我们同时都把它丢进去啊，通都把它丢进去，那通都把它丢进去的话，那你这样平行计算，其实就比较方便啊，平行计算比较方便啊。但是我们要确保它不会看到未来的这个部分的值哈，也就是说，假设你的输入是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那你输入到这一个的时候啊，那后面的这两个字还没有，所以它就不应该看到后面的两个字的这个部分啊。然后你输入到这一个的时候，那后面的这个字不应该出现啊，所以后面的这个我们就要把它给遮，就不应该有哈。好，所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是把还没出现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把它给遮掉啊。那遮掉这个部分在，我们在实际实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哈，简单来讲，就是把这边对应的这个我们算它的 similarity 的这个值的时候，把它设成负无限大啊，设成负无限大。那设成负无限大的话，那因为我们后面会算什么？会算这个 somax 啊。somax 的话就是会把你的这个值怎么样把它乘上一个这个 exponential 哈，把它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好，那你 exponential 这边乘上一个负无限大的话，那这项值就怎么样趋近于零，趋近于零。那趋近于零的话，它等于就不影响它这个得出来的 attention 值，等于就是零， attention 的值就是零， attention 值。所以它会做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等效的一个效果。好，所以就简单来讲哈，就是把 attention 的这个 weight 哈，未来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weight 把它 mask 掉，变成是0就可以，那就不会它在算的时候，它其实就不会看到那一个部分啊，那一个部分，然后在累加的时候也不会累加到那个未来的这个值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样子哈，这样好，所以整个来看哈，整个来看哈，我们建构我们的 self tension 的这个 building block 哈，那最基本的就是从这个刚讲的 self tension 开始哈，然后我们加上了sinusoid 的这个当做位置的这个资讯哈，它的 index 的资讯哈，好，然后我们也加上了这个 feed forward 的 network。有这种非线性的这个部分哈，在它的输出这边来讲哈，然后要避免它看到未来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采用这种 masking 哈，让它可以比较可以平行化来做这个运算哈，平行化来做运算。好，那这整个就是我们的基本的这个 self tension 的这个部分哈，但是这个跟我们平常你在论文上面所看到 transformer 的 model 还是长得不太一样啊，还是长得不太一样啊。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来看，那我们在论文上面看到 transformer 它其实还加了什么东西哈。好，我们先跳到这个这边的图，就是我们上次有跟各位其实有很快的带过的图的这个部分。好，好，我们往后面看，好，先往后面看。好，那有了这个 self tension 的这个结构之后，它怎么样子变成是 transformer 的这个结构？好，那整个transformer 的这个结构哈，这个是最早他们提出那个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那篇论文
的这个提出的这个架构图哈。那整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架构图包含两个部分哈，一个是 encoder 的这个部分哈，然后另外是一个 decoder 的这个部分哈。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这个语言的这个翻译的话，那首先你的输入的这个字哈，我们要先做这个 word 的这个 embedding， 把它转成这一个一连串的这个数字哈，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位置的这个资讯哈，这两个合并起来变成你的这个 encoder 的这个输入哈，然后这边就会去经过了几层哈，那通常这个大概六层哈。大概六层的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 encode 哈，然后就会得到它的 attention 的这个值哈。好，那这边 attention 的这个值呢，就会接到你的每一个这边的这个 decoder 哈。那 decoder 这边的输入哈，跟 encoder 这边的输入是一模一样哈，一模一样哈。好，它就是要把这边这个部分哈 ，encoder 部分只是要得到它的这个每一个字和字之间的这个关联度。的这个部分，那关联度的部分会丢到 decoder 这边来。那我们真正做翻译的时候，你的输入是在这边，输入在这边，那这两个当然是一样，然后经过这个 decoder 之后，我们就会翻成比如说你这边给英文字，这边就翻成中文，翻成中文，对，所以这是它的这个整个结构的这个部分。好，那好，那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刚刚的这个self tension 结构里面没有的？第一个是怎么得到这些 2KB 的这个 vector 哈，根据你的这个单一的这个 word embedding 得到这个 2KB 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哈，就是我们在做 attention 的时候，它事实上不是只针对一个点去算它的这个关联度，算它的重要性哈，它事实上是多个位置都要同时去算哈，那多个位置要算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 multi head 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哈。好，然后后面的这些部分是针对model 训练的时候要加进去的一些东西哈。那主要是帮助你的 model 训练会比较更好训练一点哈。好，那我们会针对这几个来看哈。第一个是self tension 哈，你的这个 QKV 哈，都是来自于相同的这个source 哈，都是来自相同的 source。那既然都是来自相同 source 的话，你不可能直接拿原始的这个输入的这个 QKV 值直接就喂到我们刚刚的这个 attention 公式里面去算哈。好，那直接喂进去的话，因为值都是一样，那你这样算出来的值就根本都是一样，这样其实不太行，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输入的这个值呢，我们要先乘上一个这个矩阵啊，先乘一个矩阵啊，所以这边乘上一个 k 的这个矩阵，得到这个你真正要用的这个 k 的这个部分哈，然后一样输入会乘上这个 q 哈，或是乘上这个 v 哈，分别乘上这三个 qkv 的这个矩阵哈，得到你真正要做这个self tension 计算的这个 qkv 的这个。补的值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说，虽然它都是来自于相同的这个输入哈，但是我们会乘上这些不同的这个矩阵来把你的这个输入里面哈，它比较需要会用到或是比较强调的部分哈，会把它给抽取出来哈，然后对应到它的想要的这个 QKV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几个三个矩阵哈 ，QKV 的这个矩阵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 transformer 的网路里面都是学习学出来的哈，都是让他自己去学出来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这是我们的 Q 的这个部分哈，它是一个 1D 的因为我们的输入是一个 1D 的这个矩阵哈，你再乘上这个 Q 哈，它也是一个哈，也是一个这个 1D 哈，然后再乘上这个K 的这个部分哈，这两个 1D 乘起来，我们就是一个2D 的这个矩阵啊 ，2D 的这个矩阵啊，这样子。那输出哈，那我们这边得到的这个输出呢，我们就会再经过这个 SOMAX 哈，我们刚刚讲我们要做一个 normalization， 然后再乘上你的 V 的这个部分哈，那 V 的部分一样是会乘上这个V 的这个矩阵的东西哈，好，所以这边在。这个 2D 的经过 SOMAX 之后乘上我们的 V 好，得到我们最后的这个输出。好，
那这个最后的输出，这个你因为我们这写成这个矩阵的形式哈，你如果你把它展开来的话，它其实就是你的这个每个 weighting 跟你的 value 这边做相乘相加哈，那你这边这个部分就等于就是它的一个权重哈，所以最后等于就是这边的weighted sign 的这个部分哈，这边得到你的最后的 attention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们上次在跟各位看到的这个图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就是用图示的方式跟各位说明一下哈。所以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哈，每一个输入的部分，我们会乘上这个矩阵哈，乘上这个矩阵。好，那你这边的这个矩阵分别针对你要产生的 QKV 哈，就会有对应的 QKV 的这个矩阵得到这个输出哈。好，每一个输入都会乘上这个，都会得到这个哈，会得到这个。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个部分。好，然后你这边接下来你要算它的相似度。好，那在我们的tension 里面，它算相似度都是用内积哈，也就是你的这个 Q1 会跟 K1 这边会乘一个，好，得到一个相似度，好，然后 Q1 会跟这边的 K2 相乘得到一个，好，然后跟 Q1 跟 K3 相乘会得到一个，好， Q1 跟 K4 相乘会得到一个，好，这个是每一个的这个点，好，然后这边乘出来的这个部分，好，最后它会再除上一个这个做一个 scaling， 好，除上看你这边的这个 dimension 有多少，除上这个它的 dimension 的开根号 d， 所以这个叫 scale 的这个 dot product 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好，然后最后这边得到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机制之后，我们再经过 somax 做一个 normalization， 做 normalization 的话，那这样子你的 attention 机制我们整个所有的加起来，最后它会怎么会等于 e， 会等于 e，所以它是做一个 normalization。 好，所以最后我们的这几个 attention 的这个 weighting， 那个 weighting 这边全部加起来是1，好，然后这边的 weighting 我们就乘上你的这个 v， 这个乘上 v1， 这个乘上这个 v2， 这个乘上 v3， 好，把它整个全部相乘相加，这个就得到了你的这一个的输出，好，就得到你这个输出。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个矩阵的那个式子，我们用这个图示来做，其他的这个做法就是写成像这样，好，写成像这样。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B1 这个哈得来的哈，也就是你以这个输入跟其他点哈其他的输入去看它的这个关联度哈 ，attention 得到的这个部分哈，那一样你也可以用这个 S2 的这个部分，照用同样的方法去算出另外一组哈，另外一组的这个部分哈，另外一组部分哈，那这样子这个 B1 这个就是一个 head 哈，那这个是根据这个输入得来的哈，也就是这边的这个 Q2 我们跟这边的 K1 K2 K3。K4 好，分别也去算，相乘相加去算，然后做normalization， 然后再把结果再把它加起来，好，得到这个，这又是另外一个head， 好，这就是另外一个 head， 好。好，那最后我们其实就会得到你的输入，假设你这边有四个输入的话，你就会得到四个输出，四个输出，那这四个输出都是可以同时平行去算，好，同时平行去算，好，就是说你算 B2 的时候，你不用等到 B1 算完，好，它两个是没有关系的，好，两个可以同时平行来算。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刚看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multi-head 的这个部分，好，其实我们刚用这个图示的方式已经跟各位讲完，好，就是我们在计算的算你的这个整个 sentence 的时候，你不是只有看一点的这个它的关联性，我们要看多点的这个部分，看多点部分。
好，所以你就把你的这个整个转的这个部分变成是有多个 head 哈，多个 head，那每个 head 都可以单独去算，最后我们再把结果合并起来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multi head 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哈。好，所以等于如果我们看矩阵形式的话，也就是你同样的这个输入哈，我本来只有一个 head 的话，就是这个 queue 哈，那你可能可以有多个 head 哈，我们就加了两个 head，我们就有两个 queue 哈，那基本上。这边的 Q 的这个数量就跟你的这个输入的数量是一模一样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 multi head 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 multi head attention 的部分，它其实学到什么东西哈？我们这边给各位看一个这个例子哈。这个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做 self attention 哈，所以你的等于就是你这个句子它的每一个字跟其他的同样的这个句子哈，这两个。上下两个是同样一个句子哈，它彼此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哈，那关联性比较强的，关联性比较强的，它的颜色就比较深哈，就比较深哈。那你不同的这个 head 哈，不同 head 它看到的距离事实上不太一样哈。那你可以看到说，哎，像这一个它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哈，它看到的就离它原来的这个稍微就比较远一点哈。那红色的这个它看到的。关注的这个部分主要是跟它比较接近的这个部分啊，就跟它的这个字比较接近的这个部分，等于是比较近的这个比较 local 的这个资讯啊。那这边是会看到一些比较 global 的这个资讯啊，所以这些不同的 head 它就可以有这些不一样的这个贡献啊。那这样子会帮助你后面做这个decoder 这边来做好，好。那所以前面我们讲了两个部分哈，那两个最主要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部分哈，有做这个multi head 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哈，还有我们前面也有看到的这个 feed forward 的这个network 的这个部分哈，然后。我们也把你的位置的这个资讯也把它加进来，你的输入的你把它转成 embedding 之后，跟你的位置资讯把它加进来啊。好，那你可以看到，哎，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之外，哎，这个图上面其实还多了蛮多东西的哈，蛮多东西的哈。好，那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帮助他训练所得来的这个东西哈。第一个部分多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做了这个 residue 的这个 connection 的这个部分哈，也就是本来我们这边的这个输入，我们都是因为是 self tension 哈，所以你要得到这些 QKV 的时候，都是同一个输入这边得来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会再多一个这个 shortcut 哈，shortcut 把它连过来哈，这个是做 residue 的这个连接哈。那 residue 的这个 connection，我想各位都很清楚哈，其实你等于就是。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哈，你会有个 shortcut，啊，这边中间会有一些你的这些运算哈，NN 的这个计算，然后这边做相加哈，做相加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residue 的这个 connection，这个主要是帮助 model 比较好训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哈，然后这里也有一个，这有一个啊，都是做这个 residue 的这个 connection 啊。那除了这个 residue 的 connection 之外，哈，那我们一般之前我们在这个CN 的网络里面，哈，我们也会常常看到所谓的这个 batch normalization BN 的这个部分，来帮助它做这个model 也会比较好，收敛的会比较快，啊，做比较快。好，可是在 NLP 里面，啊，NLP 里面，因为它的这个资料的变异性事实上是比较大，哈，在一个 batch 里面。彼此之间的资料差异性比较大，所以你不能用 batch normalization，你用 BN 的话，它的效果会差很多哈。所以在Performer 里面哈，它用的 normalization 是用 layer normalization，用 layer normalization 来做哈。那简单来讲哈，它等于是你这边后面这边哈加完之后再接 LN 哈，边往下。哎，重画一下。边，比如说你这边是 feed forward 的话，
相加之后后面再接 ln。 好，那 ln 的 renormalization 的这个位置有两种位置，有人把它加在后面，那也有人把它加在前面，在前面。好，那你要加在前面或加在后面，老实讲是差异不是很大。这跟我们在最前面跟各位讲 BN 的时候， BN 的加法事实上也有两种，一种是加在 convolution 前，一种是加在 convolution 后面。那这两种加法其实 都可以。老实讲其实对 performance 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并没有很大。那 LN 这边的话用法事实上也是类似，就是你可以加在前面或加在后面，其实都可以，都可以。这边应该是加画错，加在这边，应该加在 N 跟后面，加在相加之前，相加之前。好，所以这个是 layer normalization 的这个部分。好，那再来是这边在算这个 dot product 的时候，我们刚刚有提过，它会做一个这个scaling， 做一个 scaling， 除上那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根号 d 的这个部分，根号 d 的部分。好，那为什么要除上这个根号 d， 而不是直接拿你的这个内积的这个值直接丢到这个 sum mass 里面去？为什么是这样？好，那基本上我们刚看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计算 attention 的计算是长成像这样。好，那这个本来我们之前在做 SOMMAX 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你的乘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就直接经过 SOMMAX， 就是好，我们没有再除上一个这个，没有再做一个 scaling。 好，为什么要除这个东西？好，为什么要除这个东西？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Google 那个 attention all unit 是由 Google 做的，他们最早在做的时候，他们发现说，你 attention 你用这种内积来算，还不如用这个 NN 来算。那这样其实对整个计算来讲，其实这样其实有点不是很好，因为用 NN 的这个计算其实还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只用内积算其实比较简单，所以比较简单。好，那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你做内积，做内积之后，你再经过 SOMMAX 的话，那 SOMMAX 出来的这个值，它会把整个值会把它拉开来。好，那这是 SOMMAX 的这个曲线。好， SOMMAX 曲线，就是你原来的输入是长成这样，那你如果是看成这个原来的值的话，你会发现这几个值其实差异不是很大，差异不是很大。好，但是你经过 SOMMAX 之后，它的这个值就被拉开来了，就被拉开来了。好，那这个在我们前面做那个分类的时候，我们是很希望是可以有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可以才把不同的类别的部分可以比较很快的把它给区别开来。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并不希望它拉得这么开，因为这拉得这么开的话，你的有些部分的这个值，有些部分的值就变得太小，像这一个部分的值就变得很小。那这一部分的值变得很小的话，那我们在传梯度的时候，传梯度的时候，这边的值，鬼点的值就基本上就趋近于零，它就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这个训练，那这样就不是很好。但是因为分类那边的时候，它 SOMMAX 已经是最后一层，所以基本上比较不影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是在中间层，所以这个会导致你整个训练会有问题。好，所以他就把这个值呢，先除上一个这个根号 d， 根号 d。 那你可以也可以设其他值，那只要做一个 scaling 之后，让这个值之间的差距可以稍微再缩小一点。那缩小一点的话，你经过 SOMMAX 之后，这边的值差异就不会那么大，得到值不会差异那么大。那值不会差异那么大的话，你在算这个梯度的时候，它每一个的都基本上都会有对应的这个梯度值，那个训练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好，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这边看到的整个transformer 的 encoder 和 decoder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边的结构的部分就是我们刚看到这边做
Bodycare 的 tension， 然后 residue 再加 leonomization， 然后再经过一层 feed forward， 然后再经过 residue 和 LN， 好，然后这个东西我们会重复好几次，好，那通常可能重复个六次，这是最常用到的这个数字。好，这边的结果再拉到 decoder 这边来。好，那我们再来看 decoder 的这个部分，好，那整个 decoder 的这个结构，好，整个 decoder 结构其实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encoder 结构其实长得蛮像的，好，长得蛮像的，好，如果你稍我们稍微圈一下，好，这边就是一个self tension 加 residue LN， 好，啊，这边也是一个，好，啊，这边也是一个，好，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的那个encoder 的结构其实长得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哎，它其实还有一点点小小不一样的这个部分，好，小小不一样的部分，好，不一样的部分在哪里？好，那第一个是第一层第一个输入的这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的这个 attention 的部分，它加上了这个所谓的 mask 的这个部分。那这个 mask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要遮掉那个未来输入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在第一层这边我们要把你还没看到的这个部分要先把它遮掉，好，先遮掉，好，然后中间层的，好，中间层，好，中间层的应该说这两个，好，这两个合起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的整个的 encoder 结构，好，把它清一下，好，有点混乱。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encoder 结构的这个部分， encoder 结构部分，好，这跟我们刚 encoder 结构是一样，好，那只是差在说这边的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好， attention 部分的这个值呢，哎，它除了从这边得来的这个部分之外，它也会接收这边 encoder 的这边得来的这个结果，好，它会把它给合并进去，好，合并进去，好，所以把这边得到的重要的资讯就合并进来，这样子方便你这边 decode 的时候去解，然后后面这边就是 feed forward 的部分就一模一样，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哈，这样结构就会重复很多次，好，那一般也就是重复个六次，好，重复六次，好，所以 encoder 大概会叠六层，decoder 大概叠六层，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好，所以整个 transformer 它就是做成像这样，好，你给一个句子，这边 encoder 算出它的 tension， 然后解出你要的这个输出出来，好，输出了，好，然后如果我们画的比较细一点的话，也就是这边最后这边得到的结果，它就会喂给每一个这个 decoder， 好，喂给 decoder， 好，那方便它在解的过程中啊知道应该要看什么东西，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不同的 attention head 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哈，好，比如说我们这边，哈，这个句子，哈，这个句子，那你这边有一个代名词，哈，那这个代名词它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哈，在这边是代表什么意思，哈，那可能是代表这个，哈，那它也有可能是代表这个，哈，它可能代表这个，哈，也可能代表，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把它摊开来，哈，句子再看，哈，你可以看到说对这个句子而言，哈，这个 it 应该是代表这个 animal， 哈，所以它跟它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值是最强的，哈，但是如果是变成是下面这个句子的话，下面这个句子的话，哈，那你这个代名词它其实应该是要指的是紫色的是这个，哈，所以这个就会是最强，它就可以学到一些比较long range 的这些资料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attention 它能够学到的部分。好，那transformer 有什么缺点？哈 ，transformer 有什么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计算量其实还蛮大，哈，其实蛮大，哈。那为什么是蛮大？哈，因为它的这个计算，哈，其实比较像这个 fully convex， 哈，就是每一点跟每一点都要去算，好，所以它基本上是n 平方倍的这个成长上去，好，平方倍的成长上去，好，但是我们的 recurrent 的这个结构它基本上是线性的这个成长，好，然后它位置资讯的这个部分，好，量子闪烁的做法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很好，所以也有人尝试用一些其他的这个
方法去做啊。好，那这边大概就有人去改善它的这个计算的这个部分哈。那也就是它的让它的 attention 可以是这种 random 形式的，或者是只考虑这种切 window 只看很局部性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只看这边local global 的这个方向的。好，这边等于是输入，这边是输出的这个部分，只看这个方向哈。好，或者是把这两边把它做一个结合哈，让那如果你是变成像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计算量就基本上就不是 n 平方，它就比较是接近一个线性的这个部分哈。那不过基本上大概如果做这种改变的话，通常改善下来的结果都是你的 performance 都会掉哈，都会掉哈，所以基本上有得有失哈，有得有失哈。不过这个部分大概是现在蛮多人在做的哈。那一般来说，大概你如果真的去看它的这个 attention 的这个值的话，通常整个 attention map 你把它整个摊开来，大概应该超过九成以上都是零哈，或者说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值，非常非常小的值哈。所以蛮多人就会利用这一点让它变得比较稀疏哈。那计算起来，实际在真正计算的时候，就会是一个比较接近线性的一个计算的 cost。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